诸位同学，上一堂啊，我们看到上官同学的学习报告，很难得啊，他是将这个四十八愿跟华严经上的五十三参浓缩为十六正式的表法，特别证明古大德所说的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啊，确实拿出证据出来，古人没有说的这么详细，所以我们看了这篇报告非常受感动，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堂课来认真地学习。现在我们就看他的报告啊，本经德尊普贤第二，首列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意义非凡。这四个字用得好啊，不是一般人能看到啊，确实意义非凡啊。我们同学们都非常幸运，能看到上官的报告啊，对我们无论是从信心、愿心、往生净土，一定有很大的受用。啊，正如出生意云，和沙尘素啊，和佛经上指的是恒河。恒河沙微尘素，下面还加个海。那举十六位也是尘沙素，十六是代表尘沙素是展开，说明十六就是成恒河沙素，恒河沙素就是十六位。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这个意思非常圆满啊。十六正士的表法就是弥陀四十八愿的浓缩，他一条一条都给我们指出来了。那么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五十三参，处处显示出丝丝无碍，确证本经是中本华严，表明持名念佛能入丝丝无碍的一真法界。在近代，海贤和尚又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读经念咒也没关系。海贤就用一句佛号，与我们的心态有关系，与善根福德有关系。
啊，善根福德，善根，我们常常指出的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是善根；真诚、勤敬、恭敬，这是福德。啊，用勤敬心，用真诚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法。我们今天讲的一切人事物，啊，都能够恭敬，这个人有福。啊，为我们表演的最真实贴切的就是海贤老和尚，你看他对一切人的恭敬。啊，我们在光碟上能看到，确实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所以一句名号产生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的功德，这个功德是圆满自信透露出来。92年，一句佛号，没有拐弯的。我们很明显在光碟里面看出，啊，他念佛，念到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，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宗门里所谓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真的了。啊，在什么时候？因为他善根福德好，太好了。20岁出家，师父就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。那么以他的善根福德，应该3年得到功夫成片，也就是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，啊，功夫成片就能往生。啊，阿弥陀佛就会为他现身。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《圆通章》上讲的：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啊，阿弥陀佛一定跟他见面。给他作证，啊，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，到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。这个念佛人得到这个信息，有把握了，有信心了。啊，如果不是立刻跟着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，那就依他自己的寿命，他还有很长的寿命，认真努力向上提升，啊，应该在3-5年之间就可以达到事业心不乱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有个3-5年可以得到离业心不乱，他没有寿命。我们是概率的估计，他真的事业心应该在30岁之前，真的理业心应该在40岁左右。啊，那么他的成就
跟慧能大师相等。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同一个境界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，上品上生。为什么没去？他是真想去，阿弥陀佛不带他去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他修的榜样好，修得很如法。如法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能理解。全部的无量寿经都在他日常生活当中，他没念过，也没听说过，他完全表现出来了。表现在生活，表现在工作，表现在待人接物，这还得了啊？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啊！所以阿弥陀佛教他常住在世间表法，做个榜样给念佛同修们看。一直到92岁，最后一个表法就是他还看到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。他不认识字，有人带着这个书去看他，他问他这什么书，这里头都有都是意思无尽的。别人告诉他书名字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好像他就是在等这本书。这本书他拿到手上了，阿弥陀佛就能接他往生。拿到这个书，欢欢喜喜，穿袍大衣，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。这是一生从来没有过的。主动要求照相的就这一次。照完相之后，第三天就走了。最后表法，这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想到啊，给我们表真正的意思。第一个，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，一点都不假，阿弥陀佛真有。阿弥陀佛跟他见面，我的估计是此一生。92年的，是此一生不多。他自己透一个信息，我们在光碟上听到，他说我好几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去往生了，那好几次就不是一次两次啊。我们在传记上读到，初祖云公大师，慧远大师传记里面记到的时候，他老人家一生呢3次见佛。也见到极乐世界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。第4次，佛来接引他往生，他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。在极乐世界现前的，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。在这个境界，过去见过3次。别人问他，你所见到的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？他说，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一样。那无量寿经是给我们做证明的，
你见到极乐世界跟无量寿经讲的不一样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跟这个经讲的是一样的，这就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的好几次见到，多次不是少次。啊，佛家的表法用意很深呐、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一个阶段，由于大众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，科学第一桩事情就是叫你怀疑。啊，凡是没有亲自见到的，都要用怀疑的眼光、心态去接触它。那么对西方极乐世界怀疑了。佛不是不现身的，是你自己有业障见不到啊。阿弥陀佛无处不现身的，无时不现身的。啊，你没有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你就见到。所以，功夫成片就能见到了。啊，功夫成片，业障没去消除干净，但是总去了一半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佛来跟你见面去，告诉你信息。信愿持名，决定得生。啊，那么在现前表法有更深的意思，殊胜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遭遇到的灾难，史无前例呀。啊，这个灾难就是反对。下联句的汇集本啊，轻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说我们跟这个本子学习是错误的啊，说的人很多，说的时间很长，确确实实很多跟我们一起学这个本子的人都退现了啊，放弃汇集本啊，去学康僧开的本子康僧开的本子我们并不反对，无量寿经现存的九种版本，五种原译本，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，魏默生的汇集本，彭绍升居士的戒本，啊，他不是汇集的，他是康僧开的戒本，啊，那么加上。近代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一共九种版本啊，这九种版本我们把它印成了一册早年流通的啊，每一种版本都好，无论学哪一种版本都是叫你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没错啊！啊，版本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我们希望能听到最详细的介绍。啊，最简单扼要的介绍，我们能听得懂，我们能体会得到，我们能够接受。啊，那么九种版本我们仔细读一遍，我喜欢
下联句的文字。啊，一定要说这个本子是伪造的，是伪经。啊，让许多人推信，我们受到沉重的打击。啊，那么这一部《增上僧》这本书里面对这桩事情讲得很详细，啊，引经据典，啊，说明汇集这桩事情，从最初翻译就是汇集，啊，第一个翻译的翻成中文的四十二章经，四十二章经就是汇集的，许多经里面这个抄一段，那个抄一段，就是汇集的。啊，佛并没有讲这部经，汇集的。啊，所以举了很多例子，南传的法句经是他们主要修学的部经典，也是汇集的。啊，所以汇集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啊，不是王龙书的，是第一个汇集的不是的。啊，太多太多了，举不胜举啊！啊，为我们辨别这个事情。啊，那么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，下联句老居士的汇集本正确的，在所有汇集本里头，他的本子是第一本。为什么？确确实实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句子，都是在原译本里头，没有敢变动一个字。这就是汇集里最负责任的，啊，最好的版本，啊，证明这个经是真经，啊，它的底本就是五种原译本。啊，那么第二个，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。那他用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这部经。啊，那么读这部经，也就读了83部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，稀有难得了。第三个是为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本子学习，啊，是正确的，没有走错路。阿弥陀佛，戒严他老人家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他的表法任务圆满了，啊，现在把表法任务交给我们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要向海鲜老和尚学习，啊，我们要把他的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。啊，要尊重，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来学习。点点滴滴，你念的越多，啊，看的越多，你感受越深。啊，到最后真的叫欲罢不能。啊，身心清净。一尘不染啊，那我这个年龄也快要走了，你们年轻人要努力，要认真学习，万缘放下啊，世缘法缘
都要随缘，不可以攀缘。啊，攀缘就错了。随缘能消业，为什么？虽然在随缘的时候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叫真随缘。啊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不是真正随缘啊，那就有过失啊，一定要能放下。我们看到上官的这个报告，我无量的欢喜啊，他把盆基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化严，他是乾隆时候的人啊，是佛门的大德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他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传上有他啊，留下的著作非常多啊。那么这一句上官把它发明了，把它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那么贤护表总持要懂得贤护两个字的意思，贤是化身菩萨了，护是护持佛法，名号含义不可思议啊！化身菩萨里面有许多古佛再来啊，圣贤护自己法，护一切众生的法啊，他这里面分条来说，第一条，贤护菩萨居首位，十六位都是在家菩萨，他排名在第一。表往生极乐世界成就最高啊，这是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面成就最高的，无过于往生极乐世界。要学海贤为我们表这个法，一句佛号就行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决定没有怀疑，生清净信心，永恒不变。他什么都不要，就一句佛号就行了。我们没有这么好的善根，我们有怀疑，有怀疑一定要断疑生信。怎么断疑？那就是经教诸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教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。我们没有疑，我们真信，经教不重要了，那神咒也不重要了啊，什么重要？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重要啊，只要抓住这一句就能够证得。你看念佛法门里头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啊，而且成就之快是一切法门不能比的啊，他在一生当中完成
其他烦恼法门要断烦恼，要断习气啊。小乘从须陀洹到阿罗汉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你说多长的时间？人间时间不长，天上时间长，才能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跟极乐世界的人比差很远呐、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，他怎么能跟他比？啊，所以这个法门成就最高。啊，我们看下面文，括住局名义经里的书，跋陀婆罗梵语翻作贤护，自护贤德，佛护众生，这两个字就是贤护的意思。啊，什么人能护自己？有贤德的人能护自己。啊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圣贤君子，他护自己的德行。啊，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去迈进来。啊，德行是什么？德行就是戒律。我们提倡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这是戒律的根本根基。啊，为什么选的这个？我们读到敬业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四长，怎么落实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。有这个基础，再修十善业就对了。从这里入佛门呐、啊，不在这上扎根，你没有根基，不牢靠，像盖房子一样，盖上两三层倒了。啊，一定要根基坚固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从这个基础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善护自己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修菩萨道就是善护众生，善护正法，啊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应果。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个读诵大乘不是为自己，因为你要教别人，教别人要讲经教学，所以读诵大乘是为别人的。为自己呢，一句佛号足够。啊，不需要经教了。啊，因为一句佛号里头，戒定慧圆满具足。啊，不但这一句佛号具足一切大乘，具足一佛乘。啊，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自护贤德是自利，佛护众生是利他，位居等居，表诸法平等，等是平等。啊，觉是什么呢？就是真正觉悟到一切法平等，这就叫等觉菩萨。一切法全是自性变现的，
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你看幕后一句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就是平等了。这万法我们看的不平等的，他看的平等，为什么呢？全是自信，他从自信上看的，所以一切法平等啊，我们是从相上看的，不知道自信，迷失了自信，完全着了相，错在这里 啊从性上看的时候，也万法平等的、这什么人呢？法身大师啊，法身大师真的平等法了，但是等觉是究竟平等。那前面四十个位次是平等法，没错。啊，没有得究竟，是什么原因？无始无明习气没断。啊，习气断了，成佛了，妙觉如来。就不是等觉了，等觉是化身菩萨里面地位最高的，那我们称他为位中。大神啊，为众仙之首，实际表显乎，为十方世界众仙之首。这显乎菩萨还得了吗？出家众里头，普贤是为首，在家显乎是为首，他们地位相同。那表法意思不一样，是出是法是一不是二。那表本经往生，往生就证三不退，做阿惟越之菩萨，体现念佛法门，恒生圆超，恒除三界，圆满超越菩萨地，成就最高啊！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没有发现，没有真正去做，原因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自己业障重啊；第二个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。事实真相要了解，要靠经教，深入经藏，经教就这一步就够了啊，不要搞多。我劝大家，一部经一句佛号啊，一部经一部注解，一部经就是下莲老的汇集本，一部注解就是黄念祖的记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就能保证成无上道。不要搞多，我们也会像海鲜老法师一样，我们念到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也心不乱。啊，这是他为我们实现的，我们决定可以做到，做不到全在放不下。啊，这个重要。张家大师早年教我，我们第一天见面就教给我，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你再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
就是这里这四个字啊。那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一生看到了啊，他这四个字做得非常圆满，又黄念祖老居士引《大宝积经·贤护长者会》里面说的：“佛说贤护长者，众乐死啊，乐是快乐啊。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，西方是极乐世界，所以脱离六道轮回是利究竟苦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得究竟乐，这个我们要认识。啊，这经里面说，其授予快乐果报，虽复逃离地世天王，又不能及，宽福人间。啊，这是举逃离天主，啊，地世天王，他们享受的快乐。都不能比，那人间就不必说了。那此处表设方众贤智寿的贤护菩萨受乐果报无能比拟，彰显往生极乐享最上的妙乐啊。那么下面第二段，贤护为众上首啊，表念佛三昧为三昧宝王啊，这一桩事情，夏老、黄念老给我们讲的很多啊，我们在经注上可以看到，念老悲之双运。引句，这个句是根据波州三昧经，此巴陀侯就是贤护菩萨，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，亲见弥陀，今故来此盛会，助贤念佛三昧无上法门，由此可见持名念佛，为贤护菩萨成为设方身中之首的修行方法。贤护菩萨为十六正寺之首，表持名念佛法门，总持一切法门，念佛三昧总持一切法门，修此一法即修一切法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全现，如长寂光啊，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，一切法就是自性的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求老师给他印证，老师伸出手了，你明心见性的。拿出来给我看看，讲给我听听，随便念一法，老师点头就通过了，就那么简单的啊。知道什么呢？心相是一，不是二。心在哪里？心在相里头，相在哪里的？相在性里头。真正明白了，一切法不着相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！真的诸法实相，就发生菩萨。啊，我再举个简单比喻，
我们眼见色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这是自心的般若智慧。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没有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这人是什么人？法身菩萨。啊，为什么在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？相是假的，不可得。我们没入这个境界，但是我们在生在这个时代，科学发达，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宇宙它也把它分成三分。那佛也是分三分，那佛经上讲整个宇宙是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，科学家的把它分作物质、意念，就是念头，还有一个自然现象。啊，念头的心理现象，物理、心理、自然现象，分这三种。这三种跟阿赖耶三细相能对得起来。物质现象就是境界相。啊，精神现象就是转向，它能转变。啊，转向从哪里？从业相生的。业相是什么？一念不觉是业相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莫那执着，六识分别，不分别不执着。就是不用第六识，不用第七识，啊，知道它完全假的，对它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觉，觉而不迷啊！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所以你对他用什么心？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用觉心。佛经的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，用这个心。啊，用这个心的是菩萨。啊，迷而不觉，不平等，被染污，这是凡夫，六道凡夫，迷邪染。啊，那么觉真净是菩萨，迷邪染是凡夫。要常常自己觉悟啊，自己去反省啊。啊，都以为自己还不错啊，全搞六道轮回。没办法脱离生死，多可怜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表法的意思，上官说得很清楚，表持名念佛，总持一切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一句佛号，是他的总持，总纲领，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念佛三昧，总持一切三昧。这是对修禅、对修密说的，啊，是修此一法，即修一切法，啊，教、禅、密都在其中，不需另求妙法，另外没有妙法了，妙法只有这一句佛号，这个事实。这个道理不能
不明了。啊，下面这一段，贤护表念佛法门，从性而入，持戒为首，修波罗三昧，尤其持戒之苦。啊，海贤做到底了，彻底做到了。啊，发大勇猛心和精进心，我们都在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，贤护菩萨放在此处，显明念佛法门，持戒为首，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基本原则不能改变，而波罗三昧引起成就最高，方法明明白白，也多令众生不信不要不学，引示本净，持名念佛法必须从心入手，在法院进行。啊，这个法门，一切诸佛都说难行之法。啊，为什么它太容易了？成就特高，没有能跟它相比。所以能行，大善根，大福德。这个人这一生必定成佛啊，心真难啊，心肯放下，不肯信，不肯放下啊，相信佛说的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相信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量子力学家的结论是，世间或者是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啊，心经上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，无蕴是什么？无蕴里头有色，色就是物质，受想行识就是念头，就是心理现象。你看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是假的，无因皆空，皆不可得。啊，现在的科学只研究到物质，心理还没有搞清楚，啊，还没有搞明白，只知道念头。生灭不住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而且频率非常高，这个被他看见啊，所以他还讲不清楚，佛经里都讲清楚，讲透彻了啊，不能不相信，有信才有愿，没有意愿求往生他不相信的啊，最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，我有没有相信，如果往生这个愿心不切，我们这个愿啊心不可靠，就是心里头有疑惑，不是真心的啊，那么下面这一段，第四段，贤护特表念佛法门，两丈佛力加持的殊胜，这也是一般人不相信。啊，许许多多敬宗念佛人不相信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求佛，佛没有保佑他，没求到。啊，他不知道，他用的心错了。为什么海贤老和尚跟阿弥陀佛关系那么密切啊？他心里想佛，佛就能现前，他没有障碍
求往生的心特切啊，佛教他能吃苦，他能吃戒，不能吃苦，不能吃戒，佛不会拜托他办事。为什么他办不成？只有真正能吃苦、真正肯吃戒的人，佛才会照顾他。啊，这才能沟通。才能成就佛法了，庄严佛法。那么贤护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这一句《金刚经》上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一尘愿海六字红念，三根普被立顿起手，万力起手，正是贤护之意啊！这是贤护对外。啊，内外是一，不是二。佛说法灭尽尽，云熟能严谨，波州三昧鲜花灭去。这是佛经，佛经在这个世界上会消失。哪一部经最先消失？楞严，波州三昧。啊，最后消失呢，就是无量寿经。就本经独留此经第45啊，独留此经，这里是48品，这第45品。世尊有言：当来之时，尽道灭尽，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经至诸百岁啊，这就是无量寿经最后面啊，一切经都没有了，这个世间还有无量寿经，是哪个本子呢？我们有信心相信，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啊。为什么这个本子跟五种云一本对照，他念得顺口啊，意思很明显，能领会得到啊。段落就是分地品段落非常清楚啊，我们能抓住它主要的意思，帮助我们修行。对，肯定是这一部经最后消失。贤护菩萨是般若三昧的发起人，般若三昧也是最初的、最早消失的。啊，那么他是又是本经在家菩萨上首。这个表法意思好啊！啊，根据佛经灭尽的顺序，真实显示如来于一切时一切处自始至终善护念一切众生，同时表念佛法门不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又得十方一切如来深重的加持，那丈夫力成就的特别法门当其大显现。这个门道被上官看出来了，不容易啊，几个学经教的人能把这桩事情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我们看到了，要感谢。
下面第五段，贤狐为首，解脱为末，啊，这是六个人，一个头，一个尾，正是五十三参的要旨。他这给我们给五十三参对照啊，贤护菩萨为众上首，即是把本经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提到首要之处，是先入为主的寓意。解脱菩萨为末，这个排序，本经把这种修行方法和究竟解脱的修行成果放在开端和结尾，最显要处的方式和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排序同出一辙，在这里啊，你看摆在前面的，因为贤护菩萨他是波州三昧，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德云比丘所表的啊，在四十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啊，是一个人啊，翻译不一样。他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，五十三参第一个，将来释迦牟尼佛法灭，波州三昧头一个灭。波州三昧不容易修啊，真难啊，九十天不能躺下来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九十天只可以站住，只可以走动，所以它叫佛力三昧啊，就一句佛号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在华严经里面，吉祥云比丘为善财说法，说了二十一个念佛法门，二十一是圆满，密宗以二十一为圆满，代表一切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波州是一切法门的总持。啊，这些意思都要能把它看出来，我们才如知道怎样去选择。我选择的净土法门就是从这看到的。啊，看到善财给我们实现做榜样，从念佛入门。那再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参法的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我是从这个地方相信净土，两目净土，就相学净土。啊，李老师劝我，我没接受；灿云法师劝我，我也没接受。我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时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念佛法门这样殊胜呐！啊，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？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。那这还有什么话说？没话好讲。啊，所以才专学这个法门，把其他的全放下了。啊，佛经里头排名先后，里面有很深的义理在其中，啊，不能不知道。
啊，五十三餐，第一餐表法的德云比丘，是修习念佛法门成就的，是世尊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为我们念出念佛法门，表究竟方便第一法门之一。啊，读学华严一定要把这个意思看出来。如善财备也，我以先发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心，乃至云何与普贤行即得圆满。使德云比丘为说，为意念一切诸佛境界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。又说，我得此自在决定解力，信言清净，念如来一切诸佛。这个一切诸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总号。德云比丘所言意念一切诸佛境界，就是本经法藏比丘因地考察二十亿亿举止佛陀圆满功德庄严之事。第一总结成四十八愿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，就是法藏比丘因地发愿，恒放光明照一切。而念诸佛如来，正是本经至心精进第五种，教授名字皆闻设法，名号妙德之同意。设方皆闻名号，表示一切处普闻，唯有法身德才能遍一切处，令一切令众生普闻得度，而阿弥陀佛名号。是毗卢遮那法身佛妙观察智所流出的自信名号。所以念佛法身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根据全都找出来了，这个不是假的。那么解脱菩萨他摆在最后，五十三参最后的，如同五十三参最后普贤菩萨的表法。啊，普贤是真正解脱之意，普贤就是一切法都好，没有一法不好，是真解脱。于一切法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六根六尘境上解脱，根尘也如。皆不可得。啊，般若经上佛常常说的，一切法不可得，心里的有一法可得，迷了，迷而不觉，放下一切法，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就得大自在。啊，就入佛境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佛说的，佛教给我们放下见思烦恼，这就是阿罗汉；放下妄想分别，就是菩萨；放下起心动念，就是法身大士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怎么入门？放下就入了。你为什么没放下？没看破。看破什么意思？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
一切法不可得。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，那是念头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念头生一切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，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啊，三细相里头先有转向而后才有境界相啊，既然能生物质现象的转向不可得，哪有物质现象可得？包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世尊问：心有所念，凡夫动个念头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是经上的原话。这一个念头里头，心有所念，它有几个念头？这是微细的念头，有几个相，物质现象，有几个识，相跟识合起来就是无蕴，色受想行识。那弥勒菩萨回答的，举手弹指之间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。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？大概是7次。那么32亿8000，这个地方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就是320兆。一弹指，乘其2100兆分之1秒，单位是兆。这个现象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眼前，你看不见。就在你面前，你听不到，你摸不到。法法皆是啊，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。这给你说真相，这帮助你看破啊。看破之后怎么放下了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就对了，你就真得到了。心里还有这些念头在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念头在他造轮回业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必须把这些念头通通清除掉，恢复你的清净心。那用清净心念佛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就决定成就。啊，你会得一心不乱，事业心、利益心啊，这很重要啊。啊，那么真正解脱的意思，以得尊普贤十大愿望为通往解脱必经之路，必修菩萨行。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为圆满菩萨行，得究竟解脱。究竟解脱是其如常寂光，是真的妙觉果位。如本经云：身独独头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涅槃之道啊，这个长寿是真正的无量寿。涅槃就是大般涅槃啊，正是法华华严呢，化身菩萨道归极乐的
根本原因啊，就是直入常寂光，证大涅槃，常受涅槃之道。普贤菩萨偈曰：“我既往生，必可以。”这里给我们做证明。普贤菩萨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物欲，利要一切众生界，恰恰是大师自己证实，他是现身说法，为我们作证。唯有往生极乐，才能圆满十大愿望，圆满菩萨行，熟证究竟菩提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目的，就是求普贤行快速的圆满，那么他必定追随普贤菩萨念佛求生净土，实现极得圆满。善财童子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追贤普贤菩萨，学习十大愿望啊！十大愿望用什么心修？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！凡夫的心与普贤行不相应啊！普贤行是没有自己，是把虚空发起，一切众生跟自己合成一体啊，这才能修普贤行啊，不能跟一切众生融为一体，不是普贤行，这才能真正得到十大愿望的圆满呢。五十三参的要旨，从念佛法门下手，以修普贤行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得甚深自在，究竟圆满解脱。本经在家菩萨中，以贤护为首，以解脱为末，这种表法跟五十三参完全相应啊！所以他说，就是五十三参的浓缩，证明本经即是中本化也，再没有疑惑了。啊，下面是第二个大段。一，十六正思的表法，是弥陀四十八愿的浓缩。他在这里一条一条替我们指出来。啊，这下面分很多小段。第一个小的贤护菩萨的表法是华严十玄门的总门啊，贤护菩萨既然是十六正思之首，又是十六正思表法的宗旨，呼应法藏因地，愿求净土，净度众生之愿，我们能不能跟阿弥陀佛相应？这一句话很重要。法藏比丘愿求净土，净度众生。我们今天这里换一个字，愿生净土，净度众生。啊，他是愿求法藏，他建造极乐世界，今天我们追随他，我们愿生净土，净土众生。这一句非常重要啊，彰显如来善护一切众生之意。我们要有愿生净土，净土众生，就跟阿弥陀佛
运相应，就能结合在一起了。啊，愿度众生，就不能不照顾众生了。啊，就不可以独善其身了。一定要兼善天下。啊，要学海贤老和尚的表法，严持戒律，什么苦都能受，什么辱都可以忍，你才能行普贤道。普贤道就是阿弥陀佛的道。啊，所以他这里讲，彰显如来善护一切众生之意，体现修此法门仗弥陀佛力加持的殊胜，因此贤护是世尊为我，啊，为我们开显这个特别法门的根本原因，是大悲为根，四十八愿，因弥陀贤护一切众生而起，大悲为根，同体大悲，无云是贤的，那普同体大悲，为普为海，无云是贤，无量寿经因世尊贤护一切众生而说，都不离贤护，贤护的义理深广无尽的，啊，其广无边，其身无底，啊，世尊为贤护一切众生说，为我们说无量寿这部经典，这个法门乃是十大愿王道归记录，也是因为贤护而圆满，因此贤护菩萨表法是华严十愿的宗名，就是同时居住相应门，啊，这个里头像六祖给我们说的本自居住，同时去做啊，本自去做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自然相应。啊，本自去做，他怎么会不相应？那我们现在怎么会不居住呢？不是不居住，要是有不居住，就不能叫本自居住，本自是圆满居住。啊，现在为什么不相应？是我们自己有烦恼，有业障。
障碍处啊，不是不相应，有障碍，障碍放下就相应啊。障碍总的来说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啊，这六个字具足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这六个字要是具足，全障了，啊，心得透不出来了，透出来是反面的，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善业变成三善道，恶业变成三恶道。啊，生生世世，永远不能出得我，这多么可怕！啊，我们应该要能想到，不能不看破，看破是真智慧，放下是真功夫，放下就得自在了，放下就离苦得乐了。那法藏因地颂曰：轮回住去众生累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八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这一首偈的意思就是行护依此法四十八愿，啊，行护这个呢，这个名号意思太深了。弥陀四十八愿第二十五愿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心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。啊，这就用清净平等觉修六度十愿，用清净平等觉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诸天世人莫不知敬，啊，下面接着说：由天人贤护持名念佛众生之意，啊，就诸天人民，这讲六道众生呢。第二十六愿：闻名得福，也是弥陀贤护闻名众生之意。啊，第四十四愿：普等三昧愿，是弥陀摄受闻名菩萨的菩萨众，令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是贤护无比功德的体现。下至无逆十无，上至等觉菩萨，无不护念助他成佛。这个心多大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是十方念佛往生一切菩萨的本愿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跟着你比一比，对一对，我们能有几分相应？啊，有几分相应就很难得了，完全相应
那你就是显佛菩萨，你就是普贤菩萨。啊，如果没有相应，我们全是自私自利，全还是名闻利养，啊，还是七情五欲。那个问题就严重了。这一生学佛，跟佛结个法缘，佛法的殊胜利益得不到啊！三途业不能避免啊！为什么？是你自己造的，必须真正回头。真正放下啊，依教奉行，着重在奉行呢 啊不能奉行没用啊。下面第二段，善思维菩萨表自修的重要，可注意有善思维，表正知明了，法藏比丘因地无界思维的结果，就是建立极乐世界。啊，建立极乐世界，取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，表自修的重要性。自修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本经至心精进第五。世自在王为法藏比丘宣言一切诸佛刹土，法藏比丘以观察选择勤修自行修习圆满大愿，戒得第一过无我道愿，第二不堕我趣愿，第三深悉经色蕴啊，第四三十二相蕴，第五生无差别蕴，第二十二过无女人蕴，第二十三夜女转男蕴，第二十八过无不善蕴。这一些都是善思维的结果，这一些大愿从根本避免了不平等，实现了普度一切因地法缘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，法藏比丘完全实现了菩提心。啊，发的是圆满的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所以他成就的极乐世界，证得无上菩提，名号称阿弥陀佛，圆满佛果，圆满的因缘。成就圆满的果德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啊，能吗？能。为什么？我们同一个佛性，同一个自性，自性无二无别。为什么他能，我不能？他觉悟了，我还在迷，我把迷放下了就行。啊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啊，信心丧失掉了，那根就没有了，一事无成。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在佛法里讲，能生
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一定要肯定，我们本来是佛，释迦讲的没错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法藏能实现，我们也能实现。我们的实现，得他的帮助太大了。啊，不能不知道恩德了，怎么报恩？向他学习就是报恩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跟法藏菩萨一样，成佛之后普度众生。最重要的是平等。啊，整个宇宙没有真正究竟圆满的平等，究竟圆满、究竟平等，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确实有四徒三辈救因，但是往生到那里所证得的是平等。啊，同居土下下辈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阿惟越致就是平等法。慧辩才建立在明心佛慧的基础上。啊，对于佛的智慧要相信。相信佛的智慧就是相信自性本有的智慧。啊，明心佛慧才能辩才无碍。正如阔注云：“有业世界，有业菩萨明极净转，就是慧辩才。其中极净表证般若。”这一句很重要。啊，极净是自性本定。你看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戒是教我们放下。啊，放下之后，自性本定现前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第四句：何其自性？本无动摇。啊，本自具足是第三句，本无动摇是第四句。这一句就是自性本定，自性从来没有动摇的。啊，要相信啊。那么本无动摇就是自性。我们现在要明心见性，要学什么？学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禅定。啊，禅是放下万缘，让心回归到无念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就是本无动摇，那就是自性的本来面目，啊，自性的实相，它起作用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他所生所现，自性是能生能现，能熟不二，能熟也如。我们要在万法里头去见自性，见到自性的万法就平等了，法法皆如。
啊，古人有个比喻说，以经作器，器器皆经。啊，看到经了，看到精气了，精气跟精是一，不是二，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起心动念，这就圆满成就了。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么其中极静表真涅槃，真诸法实相啊，心到极静的时候，诸法实相现前了，涅槃现前了，然后你才能够事转劝转正转，你度众生得大自在了啊。事转劝转正跟谁学呢？没有人学，没人教你，这是自信心的啊！你看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能相好，啊，这个三转法轮是德了，是智慧，是德能了，自信全现前。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印度，啊，以应身到这个世间来，住了80年。虽然有12年参学，他完全放下了，完全抛弃了。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，30岁放下了求学了，不再去学了，是放下所知障。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说出84000法门，哪一个法门他跟什么人学的？没人教他。华严跟谁学的？法华跟谁学的？全没有啊，完全是自信自然流露啊。所以只要你见性，你就能跟佛一样的得大自在，转大法轮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不能向外求啊，佛法讲内向内啊，向内就向自信，这个要相信啊。所以佛法教学的功夫全在明心见性，真正好老师教我们这个门道啊，那就是4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了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全出来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本能，一切众生都有，只是一切众生迷，不懂这方法，透不出来。你现在觉悟了，透出来啊，透出来一定是从清净平等觉才退出来，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透不出来。只要清净平等就透出来，觉就是透出了啊，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佛法修学总的目标就这5个字，在经题上啊，他所现的相呢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
那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。大乘表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无量寿表德行，德能啊，相好。全在经体上啊，这个经体融在一句名号当中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明心自心佛慧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信佛的慧就是要信自信，自信佛得自信辩才无碍啊。第三十三，光明慧辩阅。第三十四，善谈法要愿，都是慧辩才菩萨表法的意思，表于慧深重，真心真愿同生极乐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所以从于慧再加菩萨名号上，就呼应四十八愿，真实不虚。啊，这十六位菩萨代表了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落实在这些菩萨表法的现象上。啊，下面第四段。观无住菩萨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禅见不二啊，念老举本净，譬如善幻师啊，这个善幻就是魔术师啊，变魔术的现中异象，于彼相中是无可得啊，变现的魔术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，实际上不可得啊。此处观无住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概括，是令六祖能大师开悟的金句。而这种无所住生其心的境界，念佛法门就从称念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而得到，不需要像六祖上上根的根性，在弥陀本愿加持下老实念去就能得到。海贤寺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，不加方便，不落思量，念去就是应无所住，但当莫知念去，自得心开，就是而生其心，身心就是开悟。啊，那么无住就是自性本定，自性本定就能生心，生无量智慧。啊，这个智慧成就了自己，也可以用这个智慧成就一切众生。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就可以体会少分观无住的妙用，那就是于一切法不执着了啊！啊，观无住是用，是作用。念念弥陀名号，
自性本不动摇，是体。体是定的，智慧是用，从体起用。所以体没有得到，用不会显现。体重要，体就是放下，再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自性本来没有一物，本来无一物。刘祖说的，何处惹尘埃？他在修正记子里面就说出本来无一物，可见他在黄门8个月，在对房里面冲米破柴，他是老实听话正干。8个月当中，五祖的道场，他只在对房干活，其他地方没去过。你看这个人老实到这样子，要是普通人，我们相信他在住8个月，他对环境都很清楚。为什么？每个地方都去看过，都了解。他没有，他就在对方。神秀大师这个记子贴在哪里？他不知道。他要找人带他去。把神秀大师记子带了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就是自性本定，他找到了，神秀没找到。神秀还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他真找到了。管不住。下面引第23，那诺延神言。那诺延神就是金刚不坏神。就是管不住啊，依据的离体。不动摇的自信是那诺延神叫金刚不坏体啊。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这个肉身有生有灭，它会坏。会坏的都要把它抛弃掉。也就是不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坏了。海贤老和尚那么大的年岁，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什么原因？他没有把衰老老病死放在心上，他心里头没有，所以他不生病这一段文我们把它念下去。第32，那诺延神言，就是观无住依据的离体，不动摇的自性。经文：我作佛时，生我过者，善根无量，借得金刚那诺延神坚固之力。那诺延神就是自性本不动摇，坚固之力，但却能照见一切观法无住，可见禅见不二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神妙禅。
我们不能不学，不能不认真啊。啊，要是不认真呢，这一生空过了，这一生白来了。啊，来生来世不知道受多少苦痛啊，所以上官这篇报告我们正好学的一半，后面还有一半啊，下一堂课我们还接触学习这个，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警策啊，有很大的勉励，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啊，能够把十六正思、四十八愿、五十三参融合成一体啊，讲得很清楚啊，确实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啊，同学当中难得又能够将教理教相分析的这么清楚啊，让我们看到能升起警觉心啊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